是蕾蕾，今天我在西塘，这也是浙江的西塘古镇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古色古香的房子。对，然后这个植物都是真的哦。好，对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所以有空可以来玩，还可以坐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歌是五月天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。那我们这首歌，我们原调是 C 调，那我们今天弹的是 F 调，因为 C 调女生唱一开始太低了，不然就是会你一开始要唱高八度，然后副歌又变成低八度，会很奇怪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改成 F 调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哪些和弦，首先有 F， 然后 A7， 然后 D 咪，懒惰 D 咪，然后再来是降。B 咪就是低调全压这样。他们运草吗？运树。好，然后再来是 A 咪，然后再来是降 B。好，再来是 C。然后 C7， 然后 F7， 就是 刚我们的 F， 再加一个斜斜对面，这也是一个懒惰的 F7， 然后 G7，OK，这首歌总共就是十个和弦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弹法。第一段的弹法是拉点拉点，拉就是用你的这两只手拉一二弦，然后拇指点第三弦。拉点拉点拉点，然后怎么唱？然后呢？我又找不到 key 啦。然后没那么高啊。然后呢？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？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。有没有？其实我一开始。还蛮低的，对不对？唱起来蛮低的，但后面会很高。他这首歌就是这样，他整个音域非常的广。好，我们到了从而那些昨日一，我 key 都抓不到。平凡着，好的。而那些昨日，反正这段就是下点下点，我暂时找不到 key， 反正就是下点下点。下点下点，好，第三个弹法是下下下下上，对吧？下下下下上，但第三个下，但是除了第三个下，其他的下都要小力一点。小力的话，就是你可能只要弹到前面两条弦就可以了，三四弦这两条，这样拨到就可以了，所以就会是这样下下下下，下下下下上，下下下下上，对，你看我只有三四拍。有全刷，前面两个都是这样而已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 ，OK。它就是从，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对，这边就是这样，好。那其实这首歌就是这三种弹法，但是它有个比较难的是它的前奏跟尾奏。它有个前奏，就我现在就越来越喜欢编前奏，我不知道在干嘛这样。但是有人说这样子比较有挑战性啊，所以我还是继续编了前奏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前奏太难的同学们，那你就跳过去好了。反正这首歌就算没有前奏，它还是五月天的歌，好，前面是这样，你要先按好一个，这个。这是在第一个点点的地方，全按，然后再加这个。我们先教你左手怎么按，好，右手我们等一下再讲。左手是这样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是，这是第二个，然后
又回来刚第一个了，第一个这个，然后看不太到，这个是0768，0768，然后再这个是第七格，然后全刷，好，所以合起来就是这样。这就是结尾，就是最后你要弹的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前奏跟尾奏就是弹这个 ，OK。所以反正如果说你的右手不知道怎么弹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拉点拉点，或者是分解的分散和弦，就是分开三条线就会分开弹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还是就是很难抓到的话，你也可以就全刷这样子，然后就是看看刚下一个是什么再来，对，还是可以这样子，反正就很多种方法，你只要知道你的左手要怎么按那些和弦是第一件事就对了。好，然后这首歌就这样子喽。Are you ready? 1, 2, 3, 4。就是
Oh.